Dilly 啊，我哋有冇谂过咧？点样令到你身边嗰个老板咧更加喜欢你？老板即系边位啊？问得好。除了咧，我哋泛指我哋平時工作上嗰個上司之外咧，喂，更加重要咧，你嘅男朋友啦、老公啦、老婆啦、女朋友啦，喂，呢啲人先更加重要啊！多咗時間啊，仲多我哋公司嘅上司幾分鐘。原來係咁，所以我哋3月24日將會開始一個新嘅 course， 就係每個星期五連續3個星期嚟教你 presentation skills， 令到你身邊嗰個老闆更加中意你。冇錯啦，如何讓老闆更加喜歡你？到時1連3堂，3月24日開始，到時晚上8點見你，好嗎 ？OK， 到時見好嗎 ？OK， 到時見，拜。